啊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窝，这句话还真是没错。就是咱们家这个漏风极其严重，为了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，咱们还是想办法给它填得严严实实的。这小叶这老贼干啥呢？起，你才是鸡蛋呢，你给我滚开。十里桃花摆渡雁，墨渊带你看世界。嗨，宝贝们，欢迎收看墨渊在叶子家的那些天第20期。嘿，我今天还治不了你了。这，啊，烧死我了！水水水！哼，能不能回你自己家去啊？别来烦我。有种下来！这屁去！阿玛，这啥头啊？还能摘出小鸡呢？叶子别闹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你自己回去玩啊。这本来就是我家，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，那我还说地球都是我家呢，把你能的，钩子给你锯烂。哎呦呦呦呦，就问你能不能碰。能碰能碰，你想怎么碰就怎么碰。嘤嘤嘤，谁能给我点吃的呀，我已经10天没有吃饭了。你说你一天到晚啥也不干，现在就杵在俺家干啥呀？没别的，就这，拿上赶紧走。吃的，人家10天没吃饭了。瞅你这调调，吃没吃饭我不知道，屁肯定不少吃吧。就这点东西啊，赶紧走，别打扰本大爷工作。吃的，人家要吃的。我感觉我脑子要裂开了。辛勤劳动一天后，哎，叶子不在家哎，这一小叶何在？爷爷在此。我是你爷爷。啊？啥？没事儿，叶子，我这左思右想，这天天薅羊毛盖房子，那得盖到啥时候呀？咋了？你想说啥？昨天夜里，我解着解着，突然就想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想法：我们为什么不能建造一个自动刷羊毛机呢？啊？自动羊毛机？真的？快快弄给我看看！呀，你别吹嘛，我这不是弄着呢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半密闭的空间。再把下面的位置腾空了，钩铲即将面临收尾动作，将底棚一收。叶子，接下来我需要你协助我。怎么协助呀？你到坑里面去。啊？到坑里？然后呢？这字给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默默皇家御用羊倌。我他妈踢死你个小懒子！救命呀！羊倌一下犯上，护驾！僵持10分钟后，